终于知道为啥说 AI 永远代替不了人类了，因为这些人一开口，极致声线，耳膜暴击，每一个都刷新我的认知。我的天哪！同样以为是电脑合成的，可竖琴精灵赛季尔一开口，世界都亮了。而开口前都是软萌妹子，身子还妹妹是男的，不可能。一开口，榜一大哥天都塌了。正出来，我帝王败者，可我手下的部落也足够。哦，怒斩雪一雕。俄罗斯两届 B-box 冠军 Tarstani 演绎的 The Hills 就实力证明了什么是人形效果器。可明明都叫嗓子，但这位外国小姐姐玩起高音挑战，估计当年海盗听的就是这种海妖吟唱吧。而许多人都在问的这首压迫感十足的小曲，其实是一首源自12世纪的宗教歌曲，但却让不少网友直起鸡皮疙瘩，感觉更像是恶魔降临的前奏。相比儿童合唱版本，女生教堂清唱却自带混响，有种圣光普照的感觉。而音色比少女更少女的假声男高音一出手，一首让我痛哭吧，惊艳众人。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谢谢。说乐坛最高音我们听过，跳舞不要停歇。但没想到用最低音唱歌，效果同样炸裂，开口宛如牛叫。Stomz 作为12年吉尼斯人类最低音记录的保持者，据说他的特殊低音早在儿时就已经开发出来，甚至都没有变声的经历。后经检查发现，他的声带长度还是正常人的2倍，所以2012年他成功挑战了人类最低音符记录，并保持到了现在。If you were to give it a musical value, a musical note, it would be G-7.And in frequency, that's 0.189 hertz. I've got to hold you.我的天哪！捕捉桃花亮，琴声一动
色下，这里爱情茫茫，爱不做不痛不痒不牵强。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哥哥，虽然长相胖了点，但是完全不影响他随意切换女生的嗓音。一看着现场的观众惊讶的阵阵掌声，我就知道大家一定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画风惊艳到了。看着满屏的弹幕，就知道大家的心声和我是一样的，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于是小伙伴们纷纷留言：厉害呀，闭上眼睛绝对听不出来是一个人，这女生版本也太真实了，莫不是把原唱张碧晨吃了吧。两个夜色为你撕裂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浅浅岁月铺满爱人手，片片芳菲如水流。Nice， 姚文身向中犬吠。一而而行，大题我们成为萌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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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跟着我学走得更为卓越。咱就是好奇，这些人的嗓子都是怎么长的？慕容云磊，一个集猛男与萌妹于一体的男人，在他的声音下，没有一个明星可以笑着走出来。萧贤哥哥，救救我！丹丹哥哥，我不是你哥哥。What the fuck？ 网络中遇到的公子音、御姐音，甚至萝莉音什么的，都可能是我。哥，不戳瞎我双眼吧，我。What the fuck？ 果然络腮胡是他最好的保护色，而当他用萝莉音唱起歌来，网友直言真是闭眼可用啊。确定其实还不确定，只心里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来点餐吗？你说爸爸来吃饭了。你敢信这竟然是周深的声音啊？爸爸来吃饭了啊。所以是你们是一对父女还是父子啊？嗯，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可以再吃个鸡肉吗？鸡肉有，可以没问题。我们大人和小孩的要求只能满足一个，那我们满足就鸡肉好不好？鱼就算了好吗？好啊。好啊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，欢迎点赞订阅下凡音乐官方频道，我们明天见啦。